去哪里？一线天啊！今天要去一线天。你现在还可以这样讲啊？等一下你就没力气讲了、啊。我们要再看。刚开始而已，而且还下雨，要跳一个好喘啊！啊？要跳一个好喘。有没有看我都没有在讲话吗？就只有你在讲话吗？讲。讲啊！不讲了，好喘哦。那你就一个小休息区啊。厕所、啊、真的有厕所、啊、嗯，唯一一间，这就岔路啊，那是入口啊，那是出口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等于从这边绕一圈出来。 对， 對，那我要黄金沙，我怕鞋子会滑，你就要抓一下绳子，懂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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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好像快看到猎鹰尖的了。在你的前方。走过去那边看更近。啊。在那里，这其实是这样玩的。要倒这个？不是，泰山，你甩过来！甩你妈、啊！吓死死人！我甩过去，要滑。回程往这边。对，这也就是回程，那、啊、这也就是终点。那边真的已经。恭喜你抵达！前右左边，这边就是一线天，右边就是一线天。哦，一线天还可以一直往下爬下去。它下去是哪里？就是终点，然后在原地走。啊，没有说可以绕进来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左边就是猎鹰尖。哦，我以为他们是通的。没有啊，一个左一个右在旁边啊。去走。你的。走到最底啊！走到最底哦。嗯。我们先小心。是要踩这个钢筋吗？对。你要不要戴手套？我不要。嗯。你不觉得钉这个钢筋的大哥很强吗？没有这些钢筋，我们下不去。我脚趾头丢给。
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然后，那你平时怎么了？我的左脚脚都痛。那怎么办？就有病。可以动吗？可以动，好痛啊！就是两个，两颗石头放在一起。痛吗？刚好两个石头碰上了。他有扁扁，有看到吗？哪里？好险没跟你讲，你一定不敢走。对啊，刚刚爬上来，旁边石头掉了，哎，五六只吧。耶！真的啦！我怎么没有看到？那不是蝴蝶吗？我你妈啊！好喽，来哦！回去也跟那个前面一样，差不多。是是。哦。结束。然后一圈。真的。对啊。没气了。笑。活泼。他冻结，他看。而且我明天还要上拳击哦，你看超有活力的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一起摸车。对。那你们先借我们一个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很冷。